穿衣服，咱们上姥姥家，太姥马上到了。你俩亲生的吧？嗯？他也这么说的，咋的了？他也说没事死不了。那没事死不了啊？那你咋刮的？扇呢，我搁那扇，然后它断了，嗯。然后就嘎一下的。你快点换衣服，赶紧的。把你俩造的这战场全收拾干净了啊，咱好撤。干啥呀？这是我的。嗯。这也是他的。嗯。这后边的小木娃娃是他的，也是他的。出去动手那么绷的？不动。我有那个草莓熊手套。这柜子带吗？我不带。你帮我把鞋拿出来，先去。行，我先穿。快给我关门！走吧，我关门行。大家好，我是星红，我小妹还有小李子，我妈他们三个回村去接我姥了。然后呢，我爸刚才给我们打电话说他在家里面准备晚饭，今天让我们上那吃。然后现在过去看看能帮啥忙，顺便在那等我姥过来。今天这俩孩子一直在我家来的，把家里面整的洋洋翻天的。这俩孩子无论多大在一起，反正就是祸祸人呐，必须惩罚他俩，把屋里面收拾干净，我们仨才出来的。长不大呀，咋整？快走。长不大多好，你就不用老了。嗯，行。啥呀？熊猫。哎呀，自己整菜呢。娃娃机。啊，抓娃娃的。看那后边是啥娃娃？老爷，你看那后边。那喂一个小熊。做咋样了，班长？还有俩菜。我刚才问他们了，说大概半小时就到家了。我鱼都炖好了。是吗？嗯，豆角也马上好了。豆角。这个是，我打开看看呗。看看吧。这锅里边炖的豆角，还有肉呗？有，肉反正瞅挺多的。那这个呢？哦，这是炖的鱼。鱼已经炖好了。挺素的吧。这下整啥呀？拌个黄瓜凉菜。进入角色挺快呀，直接开电视了就。把你俩那大衣好好叠，放一个地方。嗯，我家比姥姥家还热呢。嗯，你家是真热哈。最冷的。咱家冷是为啥呀？老开窗户。那对呗，管不住你。瓷砖的地板。嗯。瞅这架势，我帮不上忙啊。不用你了，马上干完了。几个菜呀？现在已经做三个了。那你目标是几个菜呀？四个菜就行呗。嗯。我小妹说马上就到了，这迟迟不见踪影啊。我外面这风是真大呀，挺冷。饭还有一分钟就好了，其实你们的不晚吧。哎呀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嗨，哈哈哈哈。上来拿东西啊？拿啥呀？老多了，快拉倒吧。咱俩都把鸡全撒了。真的假的？老二，快上来来。太姥来了，快点儿！悄悄，你穿这身不冷啊？咱们就走。哎呀！哎，真有劲，大力士，真棒！哎呀，你等着，你等着，我感冒了，下不见不了风。咱们两个不是朋友，不是了，不是朋友。你俩下去干啥去了？我俩看看。啊。哎呀，我来，我把拎啥？鸡，那啥呀？这是你姥的兜子。啊，那我拿屋去了。啊，这俩熟悉，这是我姥的行李。我姥每年来的时候都拎这个包。姥，这俩孩子下去干啥去了？我寻跟太姥一起上来呢。说了两句话就完事儿。啊，姥哥进屋歇会儿。忙死。这个鞋。
坐好吧。哎呦，我有我爸在，指定有五花肉啊。嗯，而且肉肯定还多的。俺们一家三口撤了啊。干啥去？就跟人家约好吃饭了，早就好几天了，那约今天。啊，有事儿。嗯，麻烦你们了，这没事，我替你们多吃点啊。要萌萌在这得了呗。主要萌萌。不是，人家明天就走了，人家那家人。啊。嗯，所以他们今天约好了。姐，嗯。老嗯，行。明天炖。啊，第二天炖明天。明天来上你家来了，上你家来，姐上咱妈家来，过来了。行，把麻将桌拿来吧，哥的。梦琪又到处就，本来就要拿来的，不知道咋整的。我妈太沉了，你家这地方小，麻将机大成店儿，太大了。对呀，到时候梦琪就找到组织了，就该来了。没事儿。这个花不行，咱多大的麻将机啊？跟我大舅家一样的。高的，嗯。快撤！哎呀妈，慢点走。我们找个屋去吧。嗯，行。那没老师在这吃饭呢。再见。明天来吃了。拜拜，老师。走了。你别下来了，别下来了。太好，再见。嗯。忙着跟你说再见呢。不是，他有一个朋友。拜拜，明天来啊。拜拜。明天来啊。来啊，他有个朋友明天就走了，完了今天说好了老长时间就约是今天吃饭去。嗯，是今天吃顿饭来了。哎呀，爸爸啊，买啥呀？还得吃。哎呀，你买，我的天哪。哎呀，我天，买这么来了啊，想一想我。你老想灵魂发问呢，跟老丈人学的。啊，我爸上我老家也来，你想不想我？得我爸真惨了吗？怎么是？现在瓜子新炒的。多少？你这买点干点啥都。得了，买多少？你买多少？你这多少来不带空手的？咋不说呢？你一来一天，我寻思你蹭我妈的。哎呦我天哪，你蹭我多少？你干那些活，你咋不说呢？人员到齐了，准备开饭了。嗯，这鱼不错。就给你，我看锅里还那老多呢。嗯。我爸做菜煮的量大。一条鱼三斤多。我寻思这不是都回来吃吗？哪是想着人家一家三口出去吃大餐呢？嗯，他们之前就约好了，但我没寻思是今天。反正你反正也说，晚上还有事儿呢。嗯，他们老长时间之前就说，那赶紧的，再接着你老郑往回走吧。